Hari ini kami berbesar hati untuk mempersembahkan salah satu khutbah mendalam ini bertajuk Mampu dan Linci, bahagian 1 daripada 4 dalam rancangan antara guru dengan anak murid, diberikan dalam bahasa Cina pada 19 hari bulan Januari 1992 di Shihu, Taiwan, juga dikenali sebagai Formosa.好啊，哦，换口味也不错啊，哎，吃得饱。如果今天吃不饱，不能怪厨房。这样你们才知道要煮给煮给那么多人吃比较难啊。不过今天自己烤自己吃嘛，是吗？本来还让你们烤到12点半，结果佛菩萨不要了，不要怪我啊。我本来也想跟你们烤，怕你们吵，不好玩。怕你们一看到师傅就说哇哇哇，这样是吗？连出家人如果看到我下来也是哇。所以不敢跟上来跟你们烤啊，哎呀，默默流口水，哎呀，当出名的人真很累，你们不晓得啦，不知道哈，从没出名过哈，我告诉你们，我有经验哦，不好玩。那个你们都知道那个西藏的达赖喇嘛哈，哎，他也是很累，他的生日啊，你们知道他要求什么吗？休假。哎，他们都说问他生日要求什么嘛，哦，他从那天的生日都休假的，大家都出去烤啊，做什么庆祝啊，他一个人休假。就是知道他怎么累哈，他比较不怎么喜欢出名，不晓得，不过生日的休假呀，嗯，大家饱不饱啊？有没有人不饱？啊？不饱举手。你饱了就不应该讲啊。你怎么知道也没有？你自己饱怎么知道没有别人不饱？不饱的人举手给我看。不够营养啊，不够怎样怎样，举手，冒烟，没有啊？啊，今天比较冷嘛哈，烤火刚好是不是啊？嗯，我认为，我给你们玩一玩嘛，也不是玩了、啊，给那个厨房的人休假一天呢、啊。哎，每次你们来玩，他们都要煮饭嘛，是不是、啊？是，今天换一换口味这样。不过下午他们会煮啦，下午会煮东西给你们吃啦，啊。嗯，大家会不会烤？有没有人不会烤？啊？隔壁会叫吗？哈？真的有没有人没有会不会烤啊？我有交代他们呢、啊，你们烤以前要指示一下怎么烤嘛，有没有？有讲吗？你到底要讲什么？啊？谁讲？
然后你讲什么？你再讲给我听。丸子、豆干，算起来可以用 barbecue。嗯。他们懂 barbecue 吗？barbecue 大家懂吗？啊、哦，怎么素烤肉酱？这个意思说那个酱是素的，然后就放在肉上面烤了，是不是这样？不可思议，有没有那么好玩？有没有人这样烤啊？啊，你们有没有利用机会乱烤？啊，没有啊。烤好以后才对，有讲清楚吗？有讲清楚烤好才差吗？你们同学很单纯的、啊，你叫怎样他就怎样，恐怕插在那个皮外面然后烤。有讲哦，有讲烤好才差哦，有没有人插好才烤的？啊？有嘛，我就知道嘛，我就知道，那些就听不清楚了。哎呀，连那么小的功课谁不会？啊，还说禅什么定谁不怎么会啊？哎呀，你怎么不讲两三次啊？你应该知道他们观音的功力很深厚啊，耳朵都聋掉了啦。我认为吃喝玩乐的你们不会聋，结果还是一样。个性难改、啊、好了，反正考完才擦，擦完才考，现在已经过去了，不要再考了，是、啊、这样而已哈，差不多这样，好不好吃啊？真的吗？我看有一些人烤焦了呢，都给华神吃哎。他、啊、自己没吃多少，啊，烤到这皮肤那么厚，然后里面没剩下多少。哎，有人烤一边黑一边白的，黑白无常。啊，连烤娃也不会啊？小孩子有没有会？会哈、啊，一起玩哈、啊。嗯，好像有一两个在里面没有烤，你们没有请他们出去啊？有吗？有两三个老人家在里面坐，没人照顾他们啊？有没有人带饭给你们吃啊？带玉米给你们吃啊？好像有几个坐在里面，有没有后来出去烤？带亲戚朋友来要照顾他们，听懂？不是带来放生啊？这些四周的湖不是我们放生的湖的啦，不要洗关系的话，那个是隔壁的。他们养鱼的跟我们无关的，不要乱放乌龟什么下去，听懂？嗯，放鱼在那边的不是放生的就放死的。哎呦，好恐怖，你看我的情男好恐怖啊，都是你们害我。每天来又什么期待一些事情，然后害我打坐的时候体验也要写下来。上一次上个礼拜有讲灵机黄波的事情，记得啊，苏师兄，你是研究经典很博学有没有啊？那个灵机他怎么变成继承人的啦？比较开悟，比较开悟，啊，凭什么？哦，他叫我们打师傅，这样就算开悟是不是？啊，是吗？不是，他在黄渤的那个徒弟里面呢、啊，他本来就是在他们师兄弟里面，他认为这个年轻人是比较开悟的一个。谁？他们师兄弟啊。啊，师兄弟而已。啊、所以介绍他去看那个师傅嘛。看黄渤啊，结果进去三次就被他打三次出来。嗯，然后他就生气，生气那个老师傅，以后每一次看到他就报仇。他我直接受伤了。我直接受伤。就柬埔寨要跑了。啊。
那个帐篷捡起来说要离开啊。本来上年节看到师父圆嘛，是不是？对。结果进去就被轰出去。后来。后来他就跟那个师父说我要离开了。那师父说好啊，你要走，我介绍你到那个大禹禅师那边去。然后我就被轰回去。不是用贴的啦，那个是用词讲的啦，用话讲的。对。说他也不好嘛，说那个黄波太好了，是不是？是对他太好了，是不是？太慈悲了。但是你怎么都不晓得他在爱你，是不是？他就又回来了。他回来了。哎呀，古代的大家开悟那么多，师父对师父这么好，今天没有找到那种知心的朋友哈。不会了，还是有一些好的了哈，就是找不到而已。我们要努力找。然后谁封他当继承人？那个黄渤。黄渤。那找不到别人吧？因为还是他最好。他们两个师徒真的很相当，对手。所以邻居以后教徒弟都大喊大骂，邻居的那个骂是很有名的，因为他刚回来的时候啊，他说你这个小子哈，你这个徒弟啊，怎么好像发疯一样，来来去去，又刚要跑出去没多久又跑回来，你在这边干什么？然后他说他要处理他嘛，那个邻居他说我现在就先处理你。那结果那个黄波他就笑了。还有一次是这个样子的，黄波他在巡堂嘛，那个邻居就在打坐，结果一看到那师傅来，他就睡了。他就睡下去了，那睡下去的时候，那个黄渤来就拍拍他的肩膀，那就又走出去了。结果看到那个大徒弟啊，也在那边打坐。那个大徒弟看到师傅来就打坐很认真了，结果那师傅过去就一掌打下去了。他说：“里面的小子在打坐，你这边在这边睡觉，睡觉干什么？”哎，你们都听一点点牛头马嘴，合起来根本没有合得上。那你认为呢？我认为是那个邻居还是比较喜欢耍那个小聪明的人。你是专门讲这些故事给我听的吗？所以我才问你，每次骂就笑业障，笑业障，看谁骂才笑业障，不是每个人骂你就笑业障。你出去外面，然后狗在那边叫你，那就笑业障吗？那这样跑到狗身上吗？有一些什么鹦鹉它也会骂人啊，是不是？然后我会看你过去骂你，就笑业障吗？这样我会跑到动物园那里去给人家骂，给那些动物骂。黄渤他高兴就是怎么样，他知道这些徒弟是太笨了，他骗得过他们了，懂不懂？那邻居看他的师傅没怎么样了不起的，意思说黄渤知道他已经得到最高那个等级了，他自己知道了，大家高兴了，听懂不懂？让徒弟能够骂你或者是跟你顶嘴什么，那比如说那个师傅很平常了啦，太平常了啦，徒弟才这样那么敢做，了解不了解？因为国王不管他对你怎么好，你敢不敢跟他在那边顶嘴什么？是不是？不敢，是不是？在旁边的人都不敢，不管是谁啊，是不是？因为知道他是国王啊，他有他的威仪啊，他有他的气氛啊，是不是？哎呀，何况一位在世佛呢，一位禅师呢？那比如是说那个师父已经得到最低的等级了，最高也是他，最低也是他，比如说他得到完美的那种力量，懂不懂？人家闻不出来的，连隔壁的旁边的徒弟也闻不出来的，懂不懂？不管那个灵气开悟不开悟怎么样啊，他能够敢跟他师父这样做，比如是说那个王波呢，他的威风啊，他的力量已经盖起来完全清清楚楚了，了解吗？没有禅的味道啊。
所以王波他高兴啊，不是因为看到徒弟这样啊这么高兴，轰轰烈烈那么高兴，他高兴因为他看到自己不错了啦。也许他教徒弟的时候，有的时候要骂徒弟啊，要施展自己威风出来啊，然后讲一些漏掉他自己的等级啊，露出来他自己的内在的那种力量啊，所以他还怕了。不管你修怎么样，你还有时候啊被徒弟弄怕，懂不懂？怕怎么样呢？或许你还没有修到无漏的境界，意思说完全没有缺点的境界，完全没有那种味道的境界，了解师父意思吗？完全没有那种名士的那种那种味道的境界了，所以还是每天要检讨啊，是不是？还在那里干啪啪、啊。像老子、孔子也是一样啊，即使睡怎么样，在随心所欲，是不是？就比如是说到七十岁以前他还不安心，他还不完全了解这其是等级。有的时候一位名师他教徒弟啊，就是为了教自己，听懂不懂？自己会很明明白白，很了解，就徒弟懂不懂，了解不了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有时候叫得很明白很清楚，只有他一个人懂。啊，虽难得有那种徒弟像那个灵气啊，那种气气动动啊，喜欢表演那种啊，在他的方面啊考验他，还有称量他的那种什么啊，他的那个那种内在的力量啊，懂不懂？那种内在的那个功力啊，稳定的心啊，所以他很高兴啊，他很高兴啊。不过当然那种徒弟也比较小了，是不是啊？黄波也是喜欢他那个胆量了，是不是？就是一边摸摸笑他那种年轻的小孩的气动的那种狐假虎威无畏的那种精神了、啊。不过他那黄波摸摸笑就可以，干嘛靠笑那么大声给大家知道？给我现在知道，他笑几百年以前，我现在还听得到他的声音。啊，世界的一个戏院嘛，我们继续一起演下去啊。就刚刚讲给你们听而已，我不晓得我竟然有没有什么事啊？嗯，有关那个邻居啊，他我不晓得他以后好不好了，懂不懂？就那个时候不怎么好，听懂吗？表演嘛，爱表演。你们会问我哈、哦，那个黄渤、啊，他为什么不知道他的等级呢？他为什么不知道他的力量呢？就要徒弟考量才晓得呢，或是徒弟赞叹才晓得呢？啊，是不是？你们会问我这样子，一定有那种疑问，是不是？啊，不是说成佛的什么都知道吗？是不是？哎、啊，知道，不过不知道呢。如果你完全知道一样东西百分之百的话，你就死掉了，你就掉在那种固定的陷阱啊，固定的成见啊。你不是完全，不是完美，像那个真理跟宇宙一样，你知道吗？比方说。我们的宇宙啊，东西啊，星球啊，什么都有变变改改的，是不是？那个真理很婉转啊，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所以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什么东西很明白的话，那就完了。所以我才常常跟你们说什么玩神通那些啊，就是掉在那种陷阱里面的，了解吗？嗯，老子就说大智若愚嘛，啊，如果我们真正的什么都知道的话，我们都会知道一样一样一样这样子，然后那个定见呢、啊、很多很深呢、啊，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样东西很像他看起来那个样子，每一样东西啊跟整个宇宙都有关系的，
这个系统非常复杂，那个因果非常不好解释。那你怎么能够说你完全了解那个是什么，你完全知道那个是什么呢？比方说现在我们看一个人，他就杀另外一个人哈，那我们看，我们就去找警察哈，就啊，那个人就是杀人的人，哎，赶快大家来绑他，然后打他，然后绑他，然后查救他的那种身份，然后关他在牢狱里面，然后又在那边继续查，是不是？那查得出来他是谁的小孩子，他总来做什么，他跟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怨仇，这辈子而已，懂不懂？事实上如果查起来的话，应该查到上一辈子这个人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情况是如何，为什么这个人以前杀这个人，然后现在这个人在杀他，然后又要查清楚的话，要再查上一辈子那个以前他们那个前那个辈子，哎，跟两个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个时候开始出来，懂不懂？也不是开始，是从那里而已啊。啊，百千万劫以前你查到什么时候，听懂？而且事实上有时候那种理由啊，那种情况是很愚蠢的，很那种无明的造成的，然后也不能说谁犯谁什么罪啊。所以佛菩萨耶稣基督才说，爱你的敌人啊，原谅你的打你的人，原谅生恨你的人，就是这样子。也许我们以前造成这种生恨的积分，所以现在即使他报仇的话，我们原谅他，哎，就不会再冤冤相报，就这个意思，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们查或是我们报仇什么都不对，查怎么样都不对，因为我们只能够查到一部分的生生世世那个永恒那种轮回生死圈啊，我们就查到那么一部分，像未成一样那么小，然后我们在那边判断人啊，控告人啊，然后判人吃掉人的生命或是怎么样都不对的，了解是回事吗？我们查不够明白。好，那是一项很小的东西，有关一两个人的事情而已，已经那么不很明白了，何况你要查整个宇宙的事情啊，也是很难。当然有一些人啊，哎，看到自己的过去未来，可以看到一个两个人的过去，或是看到自己以前是当什么清水王，或是这样当什么动物啊，当什么老虎，当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有了啊，可以查得到一两个辈子而已，或是即使几百辈子也不算什么，懂不懂？我们能够查到我们还没有生没有死以前那个时候，那才是算查得好，不然的话算了，不要查了。即使我们查到我们没有生没死以前，也跟很多百千万劫一亿的众生有关系呢，然后都通通一起查起来，哎呀，累死人了。释迦牟尼佛说，任何所有的众生啊，生生世世啊，不一定会做过我们亲戚朋友一事，有没有？嗯，好，就比如是说，那我们如果查我们自己本人的生死大事而已，恐怕还不够哎。哎呀，比方说我们查到我们以前当什么皇帝啊，然后下面还有什么人啊，然后他的下面还有什么人啊，然后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才变成这个样子，那个朝代为什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哎呀，很多很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查不了啊。哈，如果查得出来的话又如何呢？又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还不能解决什么东西啊？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改不了了呢。然后当然啊，我们也现在没办法，还没办法确认了，是不是？只好空视现在就对。所以我们打坐，我们修观音法门，就是我们把我们现在的那种时刻抓好，懂不懂？然后当然他自己会调整自己，过去没办法，不管他了。我们每天如果没打坐啊，都被生生世世那种印象啊，那种业障啊困扰啊，所以大家都不安心，都不稳定。那我们打坐的时候，那些干扰不能来了，
木板，一来我们就化解掉，一来就化解掉，一来就化解掉，所以我们心身心才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舒服。也许你们忘记还没修行以前呢，怎么挣扎，怎么痛苦，怎么每天跟自己奋斗那种情况啊。然后现在每天舒舒服服，好像头脑也没想什么，贪嗔痴也快没有，没有想什么，没期望什么，就忘了以前是那种痛苦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差很多啊！如果你们不修行啊，断了一回合啊，又再掉回来那种境界，真真杂杂那个，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真的很痛苦啊！多数的人都是这样，那么痛苦的。好挣扎，好挣扎，就是没什么事也挣扎，因为小事情也会挣扎，有时候压力有时候受不了这样，或是隔壁的人呢、啊，会造成我们那种挣扎的那种境界，或是我们的朋友会带来很多麻烦给我们。有时候，比方说，我说一个很小的比如，比方说我们认识一个女朋友哈，或是一个男朋友呢。你们自己的普通的人家哈，然后认识也不小了，也有一些召唤呢、啊，什么东西。不过我们知道里面我们不怎么很喜欢他，就是这样子。不过继续活下去，继续认识下去，嗯，然后即使这样，我们也不想跟他整个辈子永久在一起，因为好像里面感觉到有一些地方不合了。既然表面上没什么。挣扎没什么吵架，没什么不同的意见，不过好像里面感觉到有一些地方不对劲了、啊，而且讲不出来，所以我们也不想跟他结婚了，是不是？既然是如此，我们自己知道了，不想跟他结婚。不过朋友呢，亲戚呢，爸爸妈妈呢，哇，两边都压，是不是？哎呦，你们认识那么久，看你们两个那么好，哎呀，要结婚哦，要结婚，每天这样子念。你们笑什么？都认得哈、啊。哎，念了以后，我们都头痛啊。我们一边不想结婚，一边又不能不结婚，那种境界是不是？哦，好争争夺夺，争争杂杂的受不了。有时候压力，就晚上然后睡觉会叫出来呀、啊。有没有这种境界啊？有嘛？对呀、啊，只有你一个人有啊！我不相信。啊，他们都不敢讲。我意思说，这个是一个比喻给你们听而已。我们自己是明白呢，不过隔壁啊、朋友啊、亲戚会给我们压力很重啊，给我们受不了，有时候受不了，是吗？嗯，何况那个很多比较重大的事情，何况生生世世以前是那种因果啊，要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感觉到也没什么意思啊，没什么真正的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结果自己很挣扎，很有压力啊，是不是？偶尔我们也还会，如果没修行好也会，嗯，如果业障来，或是介入人家的业障，或是那修行不够好，也会掉在那种挣扎里面，要赶快去打坐就对了。那个时候就知道业障来了哈，赶快去打坐，把它洗掉。只有那个观音的力量才能够针对那种大的压力，哎，那个生生世世那种印象，那个冤家债主那种压力。嗯，所以我们即使知道我们那种个人的过去因果，或是全部世界的因果，或是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的事情，也何用嘛？我们应该修到什么程度啊？什么都不管了、啊，不是不管，就是我们呢丢我们的工作，丢丈夫太太，然后出去玩了、啊，不是这个意思。意思说，我们生活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的，懂不懂？没有欲望啊，了解吗？啊啊，我们这样继续打坐这样子，嗯，不过。那这样子你们会跟师父说，哎呀，那叫外面的人，他们也不管什么，他们也不修行怎么样，他们说他们也不管成佛不成佛，那个他们一定会得到了吗？开玩笑，他们口说而已，心挣扎不得了啊，哎，求生不得，有时候求死不能这样子啊，那种境界你们也不要被骗哈，听懂不懂？嗯，像啊，有时候师父告诉你们，那一位名士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为了要救徒弟嘛，
看起来很像反复一样，不过我们做就不一样哦。我们做我们有罪恶感，我们没办法原谅自己啊，不要试看看了、啊，哎，会比较什么？是不是？比方说这样子，我们做我们不懂嘛，是不是？不懂那个应对的方面呢、啊？啊，不懂事情啊，很麻烦啊。那个也很少啊，很小明是这样子做那些比较给人误会的事情，因为他不敢，他自己勇气还不够。第二啊，业障，他怕。他自己不想在这边跟世界的人结那么多缘，所以那个像那个灭拉日巴的师父啊，那灭拉日巴杀30多人而已，他在那边主法他几年了、啊，为了要给他烧主业障，然后再传法给他，啊自己不受他的业障哎，那干嘛受业障麻烦？不过他本人也是人受很多了啦。因为梅拉热巴也是跟他有缘呐、啊，这是比较继承的那种徒弟，所以他才也要这么忍耐啊，忍耐叫他几年了，不然的话，打骂别人也不是舒服哎，不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啊，是不是？干嘛跟那个陌生的人每天这吵吵闹闹干什么呢？是不是？那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他师父应该打骂他几年，你就知道了。即使打骂几年了以后，那业障还很多、啊。你们不要认为弥勒热巴等级怎么很高，他如果等级很高的话，他就不会去学那种以前呐、啊，他不会去学那种黑神通去害人啊，听一个妈妈，然后去伤害很多人，听懂不懂啊？第一，那、啊、第二，他修行好久以后，几年以后，被师父打骂那么久，考验那么多，后来呢？闭关的时候还想念妈妈嘛，啊，特别是说等级很低啊。那为什么他师父跟他说你业障来了呢？想念妈妈不是很孝顺的事吗？啊，啊，为什么又骂他业障来了呢？劝他不要走呢？因为他看得出来嘛。啊，父母什么？有时候父母，有时候亲戚朋友啊。丈夫太太都是冤家债主而已，拉你就杀去，不然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父母丈夫太太，我们只有一个父母啊，就是上帝，那个无上士，内在那个无上士，我们自己本人的最高等的力量，那是我们的父母，听懂？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那种感情，不是没有，不过我们有，不过我们知道那个不是，就是习惯而变成，业障而造成，不是我们本人要那种东西，懂不懂？所以我们控制得了。就是有时候因为旁边的人啊，亲戚朋友又在催动我们，然后我们就走不动，走不开，然后又再掉在陷阱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生气，是不是？像刚刚师父讲那种，喜欢那个男女朋友那个，不怎么很喜欢，因为被催的结婚这样子。被忙了，被压力，然后一起结婚这样，以后也不怎么很好过日子这样。也许不怎么很坏了，就是不像我们喜欢那种境界了。嗯。另外有一个禅的故事，我也不记得是哪一位禅师啊。有一个徒弟来跟他的师父报告说：“师父。”那一个某某人啊，他现在不想出家了，他不想跟你出家了，因为他的父母阻挡他了，他父母不让他出家。然后他的师父就说：“噗，好钱呢、啊，钱是什么呢？啊，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啊，看父母啊，比一位名士中的话，那他的了解的方面太浅了。”懂不懂？不是那位师父真正的想抓徒弟，不是想把他的父母和儿子分开，而且他了解了那个人，那个道心还不多，懂不懂？那种了解的因果还不深，了解师父意思吗？别误会哦，等级是这样而已啦，并非我叫你们离开你们父母啊，没有啊。事实上，师父没有叫你们离开父母家庭，是不是？我只叫你们离面不执着就对了，因为那个内在的重要，
不是等一下你们回去就离开父母，然后说我们师父说离开父母去住家宅是很深。我也说那个很深，业障很深。为什么呢？表演外表啊，没有里面不知道自己的等级。如果我们里面真正的什么都不在意的，懂不懂？随时要放也可以放，不过不放因为不应该放才是对。不应该放嘛，我们家家修行也可以啊，是不是？也是工作嘛，事后父母啊，照顾丈夫太太小孩也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责任。我们在社会上负一些责任，这样子万一真正的需要出家，我们也可以去，马上可以去，一点都不留恋，那个才是真正的出家。不是外表丢掉一些人，然后来这边抓另外一些人。也是差不多，业障很深啊。所以任何的师父告诉你们那些修行的境界，都是为了要你们衡量自己里面的境界呢，不是要你们马上模仿做一样，要模仿那种古代的人，因为这样才是高等。不是不是不是啊，我们要默默了解自己那边的境界，像黄波一样，他就笑。不过如果他默默笑，我会佩服他。差了一点点，或是他哭，他哭的最好。在那里抱怨，你怎么打我？我是你的师父，你怎么对我那么好？那个才是内行。让邻居跑掉了。他第一次还好了，第一次哄邻居出去算是那个还不错，后来太高兴了，强生而起的啊，然后邻居一回去打他，他就笑了。他怕邻居就是又误会他，又跑掉，所以他笑出来给一点面子。他不笑最好，那言不好嘛，是不是？我们要退票了。所以，就这样，没有所以了啦啊。所以太多了，现在因为我看看有没有，所以你们因为这样，你们不要再找借口啊，然后跟家庭不和，跟父母不和，跟丈夫太太不和，然后跑过来住家，然后就讲我那一句话，没有笑了啦。我已经告诉当家是怎么解处理，怎么检查，怎么考验，你不要再来骗我了。我以前比较单纯，我忘记武功了，都被你们打。啊，什么人都可以来出家，现在不会了，现在不一样。不要找借口跑过来吵，然后夸扬自己什么理想，怎么理想，没什么理的，没有人要理你了。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无上士的力量嘛，那个本来的父母啊，我们这个最高等的力量，不可思议的。不过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无明明活下去呢？因为我们用不到它，用不到它，用不到它，就像没有用一样。像在经典里面有说有一个人嘛，他的母亲啊，不是谁了，父亲来一个珠宝放在他的那个什么衣服里面啊，他就出去以后不知道他有那种东西啊，就去外面生意不好，然后在当乞丐啊，拖破人家，不知道自己里面有那个几千万那个钱啊，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他不知道的话，有用吗？当然没用啊。同样啊，我们那个力量啊，是上帝的恩典，是佛菩萨的那个大力，不过多数都不懂，所以用不到。那现在我们修观音法门了以后，就每天好像我们抓到什么东西耶，很可靠的，是不是？很可以应用啊。
很可以救自己的生命呢，还救别人呢，是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的珠宝，好久忘记了，啊，本来就有了，哎，他因为师父告诉你们，你们才知道，啊，然后告诉你们怎么用，那好久当乞丐习惯了，哪里能够敢轰轰烈烈什么呢？慢慢来就会，慢慢来就会，现在已经锋利很多了，是不是？啊，出去就会乱讲话了，像那些仁则归，武则归一样，我会讲话了，披萨，对呀、啊，即使能够讲披萨而已，人家已经杀倒了，为什么呢？哪里武归会讲话？那就像你们一样嘛。从来不会讲什么，怎么现在又讲那么多话呢？是不是不管讲什么，人家已经吓倒了？就是因为当乌龟太久了，我讲一两句，人家就吓倒了。所以你们现在亲戚朋友都用不同眼睛看你们了，是吗？嗯，好像怕怕的，有时候用太怕了，用暴力压你们，是不是？哎，就是应该知道开始怕了。怕那些有神通的乌龟啊！好，所以我们修观音法门就是要抓回来我们自己的能力而已。哎，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本来就有那个了，就没人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所以什么人啊，不相信师父这句话，不相信观音法门，不相信修行可以拿到自己的智慧，太对不起自己了，不是对不起我、啊。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有人知道告诉你，你又不相信，那你还要相信什么嘛？他们不修也好，等级还没到，小孩子给他金刚，他会把他顽皮啊，玩东西，嗯、啊，给他金刚，他认为是那种弹珠，嗯，那有不相信的有两三种哈、啊。第一个是认为他怎么都不会知道，啊，没办法，哪里他有什么可以找得到呢？啊，对啊，有一些他真的从来没有东西，所以他没有办法认为他家庭里面有什么珠宝、啊。像有一个人呢、啊，他家庭所谓很贫穷，然后强盗会把门破进去，晚上啊。然后在那边找啊，找钱啊，找珠宝啊，把他绑起来啊，然后在那边找啊。他就说：“赶快把灯通通都打开啊！”然后那些强盗问：“为什么要开灯啊？”他说：“开灯我帮你找，因为我白天也找不到，何况晚上。”就是，所以那些人啊。第一批那个就是完全不相信自己有任何力量，从来没有相信，也是说太贫穷了，等级太低了，没有任何自信，没有从来没有知道自己有什么加持，比这个身体多的，所以他这样没办法相信。第二等就是他认为他了不起了，那我值太大，他认为他什么都知道了，不用你讲。听懂吗？你讲也是没什么意思，你还没讲他已经不想听了，因为他认为什么都知道。那种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五千个比丘离开他那个法会，就留下来一些人印心，或是继续听啊，不晓得有没有给他什么印心呢、啊？释迦牟尼佛也不是那么简单啊，传法给人啊，好像很小啊。后来，所以你们看那个观音法门最后来才讲有没有？啊，那法华和那个观音法门后来才讲，最后才讲。那个佛南跟着他25年呢，也不知道哎，25年了，也不晓得啊。后来才传给他。记得我们好久以前前期，我有告诉你们一些故事。有关一位那个印度的出家人，他是一个男的嘛，他叫什么了？叫什么？那个好久我们在上次灵上面告诉，啊，
有一个很胖胖大大的那个住在零卡路里爸爸啊，什么零卡路里爸爸啊，对对对对对，零卡路里爸爸，哎呀，这个是作文第二了。好，他那个人也是不会传给别人呢，他所谓的徒弟很多，不是信徒啊，大家都热热闹闹靠在他旁边，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我有一次听说他的徒弟，不是徒弟，好像信徒嘛，在旁边有一次好像看到他在里面，忽然间跑进去他的房子，就看到他坐跟另外一个和尚坐打坐的时候，坐着很怪怪的那种，那种自私啊，在那边坐得很特别的自私，从来没看过师父这样坐，然后脸都红起来这样。他说他师父脸都红起来啊，他坐这么怪的姿势从来没看过这样子，他两个在那边打坐，然后看到他进去马上就停了啊。那你们就知道吗，我们做观音脸都会红啊，红啊，是不是 啊会红哈，会红润，很漂亮。嗯，好，那个就比如是说他做的方法，他打坐的方法没有告诉徒弟呢，因为我认为和黄怀疑，如果他没有修观音法门，他没有那种化身的那种力量，他没有所谓那种神奇的那种力量给他的徒弟信任的，懂不懂？哎，所以就是了，要做怪怪那种姿势给人家，不给人家看那个啊。这个比如说他连他旁边的徒弟也不知道师父修什么呢，懂吗？嗯，就比如说他不会传给别人呢，就是这样啊。有时候这样，我像济公活佛有没有？他自己修他的法门有没有？啊，每次都躲起来一个人修啊，那隔壁旁边的人没看到啊。有一次啊，我们看电视啊，看到那个济公活佛在那什么。济公活佛他在那个放木材那个房子，好像在那边跪着，然后倒下来睡觉，有没有那种姿势？有没有啊？啊，你们看就晓得哈。啊 ，OK， 嗯，就是不过他的隔壁的兄弟啊，别的和尚完全不知道啊。上师傅以前我也住过几个寺庙啊，每个寺庙住一年呐、啊，或是两年什么，或是几个月啊，也没人知道我修什么法门呢、啊。听懂，我也没有叫那些那边的那个徒弟这个观音法门呢、啊，了解吗？我晚上自己一个人默默修行而已。有的时候他们说：“哎呀，奇怪，一两点早上还看他在那边打坐呢。”他们这样讲而已，他们就不晓得我修什么。如果我在那边永久就当那种默默的小沙弥，然后小弟啊、小厕所，你们今天也不认得我。如果没有多觉观音菩萨的话。哎，天手天眼还不够，还要天觉。他那个人贪心不停，贪心不断，好了，不过你们会喜欢他，喜欢他那个多觉的方面。好了，一个小时了。嗯，我那个见你们那个时间已经还好了，每个礼拜还一点点贷款。那个第二个那种人啊，是比较难叫啊，我执比较难哈。第一个也许有时候有什么情况特别，他还会醒过来，还会认为哎呀，现在如果不找办法救命的话，那什么时候是不是？然后刚刚那个时候还可以听得进去，自己就是救命的力量，然后还可以慢慢了解，还可以修观音法门。那种第二的有我执的很麻烦，很麻烦，我执是最大的障碍，我执。那是最大的无明，懂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人跟大众跟全部的世界都隔开的，然后我们这力量才有限，意思说概念不正确。我们如果知道任何我们的力量都是宇宙的共同的力量，不是我们本人弄出来，不是只有我们有别人没有，那个才是正确的概念。
我们才不会那么孤独，我们力量才不会有限，不是一个桶水而已，整个大海都是。如果我们概念不正确的话，修不对哦，修不好啊，一些违心造。我们概念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就修不对。我们认为我们不得救，我们就不得救哎。我们认为我们得救，我们就得救。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信心是万法功德之母。然后在圣经也有说，如果你想祈祷什么，在里面呢，深深相信主会给你，然后谢谢他给你，这样子你就得到了。任何的宗教啊，都从信心而来。你如果一位教主出来，然后他信徒没有信心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当然这位教主不需要我们信心了，他的权力啊也可以给我们看到，不用我们信心，信心以前他也可以这样子。不过最好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呢、有正确的概念，这样子才比较不算迷信，不算被诱惑，不算被神通被力量盖住了，然后等级怎么样都停在那边。比方说一位名士他下来，然后他就马上下凡，从天空掉下来，全身都是光，有两个翅膀啊，哦，讲话不用麦克风，一飞就几千万里，大家都吓住了，懂不懂？小猫小狗也成佛了，不过还是成小猫佛小狗佛了。了解师父意思吗？概念没有变改啊，就相信那位是有神通广大，然后崇拜他而已，自己没有找到自己该崇拜的力量，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懂不懂？不知道自己跟他一样那么伟大，跟宇宙同一体的力量，不可思议的，不该靠谁，靠自己的，懂吗？那你们现在也慢慢靠自己的啦，不过靠自己并非靠那个王太太刘先生那个人啊，就是知道自己拥有那种宇宙的大力量，我们有份，这样我们要用多少都跟隔壁一样用多少，跟师父用一样多少，用多少都可以，用多少都不会缺少，小用也它也不会增加，不会省下来，这样子。不然的话那个我执啊，是我们最大的障碍的。我们出家人有时候被考得很惨啊，比方说师父派出去替师父给别人印信，回来气氛不一样哦。讲话样子风度气氛都不相关，一模都不一样。好，那个如果活是去救济，懂不懂？就倒了，救济外面又没有师父在旁边盯着，又被人家杀毒，杀太多毒死掉，死了好几只，死得好惨。没关系，等一下喝甘露水也会好了。不过就知道很难喝毒药又不中毒的。我普通的毒药喝了就身体是毒而已，那个喝那种外面那种社会的赞叹的毒药哈，哎呦，那种无名的赞叹的毒药，哎呀，死得很惨啊，三魂七魄都一起死的，我们的佛也会一起死的，一直这样最少中毒一回这样。以前又有一位禅师啊，有一个人问他，如果一个人他杀他的父母啊，就最大的罪恶啊，是不是最重的这个罪恶，就是说杀了父母，他也可以跟佛菩萨忏悔，然后他的业障会消除，是不是？然后那位说是啊，他说如果他自己杀佛杀菩萨的话，他就没地方忏悔了。那位禅师说是啊是啊。
你们说是不是？是啊，因为什么？就是无明嘛，把自己的佛杀掉啊，不给他活起来啊，不给他权力，可以施展他的神通广大，这我们就没地方可靠了。这是无明的地方，所以不认识自己的佛力是最大的罪恶了。这不是一闲提什么那种罪恶的，更罪恶的，听懂不懂？没办法救了，就是这样的啊！杀自己的佛心啊，杀自己的权力、啊、伟大的能力、伟大的地位的话，那是最大的罪恶，了解吗？所以不管一个人为了无明啊，不学习，不认得自己上帝的那边，或是他为了我执。不学习，不要认得自己智慧也好，两个都不好，两个都是太很严重了。我们修行了以后，还是要小心这个地方，那个我执地方最严重啊。一出去就认为自己做的，自己那个王世杰或是什么统统什么事做的，不是那个宇宙大力做的，不是无上士力量做的，我们就惨了啦。因为我们把自己关起来在一个个人的房子里面，不给我们自己跟宇宙大同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当然很孤独啊，那力量很小，那概念差那么一点点就差很多啊。所以说一些唯心造，我们概念要正确。一个人如果他本身啊那个意识啊比较要久很长，懂不懂？要应该了解教理很多才修行好的话，那个人不错。如果一个人他迷信而来，然后他教理不懂，修行也许也会很快进步，不过等一下被别人那个辩才很高，有口才，等一下拉走就掉了。因为那个地气不稳，所以菩提达摩或是谁呀、啊？菩提达摩说修行有两个门哈，一个是教理，一个是行度，意思说打坐了，一个是应用那个教理，一个是要懂教理，先懂教理以后再应用。忙忙碌碌每天打坐相信师父的练，那个还不是很高等啊，所以有一些人一砍就倒了。我们如果概念很正确，教理很稳，一定不会倒。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相信了，因为我们头脑不是小事情啊。他叫三界以内出来，你叫他不要吵不行啊，他是要了解啊，所以才叫我们要修啊，不然佛菩萨四禅神通就好了，大家迷迷糊糊都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小猫小狗小孩都通通带上来啊，何必那么苦呢？了解师父意思吗？已经叫出来这个善戒了，要自己消灭才行。用什么消灭呢？用自己的意识，用了解，用开心开悟的能力才能够消灭它。消灭它并非把它起火了，不是烤啊，不是，就是里面知道它本来不存在，懂吗？它本来没有吸引力的，他在跟不在无所谓，他没有一吸引力就好了，懂不懂？像我们有时候看电视，不过我们心事满满的哈，在那边看，不过不知道他讲什么，是不是？等一下有人来问，哎，那个演戏演到哪里了？我刚没看，坐在前面，不过说没看，真的是没看，是不是？有时候这样子是吗？同样。我们三界以内自己造出来，现在自己消灭，就是用那种方法，不理他了，知道没什么意思，还有更好的，了解？好了啦，结束了。你现在好漂亮，啊？为什么？有师傅就变漂亮，哎呀！那哪里找到那种师傅？你讲，我也可以去找他，我要变漂亮。有师傅就变漂亮，他说呢，啊。
那这样我也可以去找一个嘛。你告诉我他在哪里？那种变人成漂亮的师傅啊，在哪里找？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美国嘛，有一个，你们知道有美国有本地人那种那个脸色皮肤红那个啊，印第安人哎，有一个他从来没有到城市过嘛。他有一次他跑到纽约去啊，他下飞机了以后就到一个很大的那种大楼哎，大楼在那边玩玩看看，总也没看那么大楼，他们都住那个帐篷嘛，哎，就看看哇好大好大啊，忽然间看到一个老人呢、啊、一个老人家跑到一个那个电梯那里啊，压一压，然后电梯开开，他就跑进去消失了，就往上就跑上去了，吼、哦、他在那里还来不及看呢、啊，忽然间那个电梯又就跑出来，就下去了，出来一个很漂亮的女的。她说：“哎呀，如果我早知道，我会带我太太来。”所以你们也许不是为了吃福才漂亮，看错人，看错人是有哦，嗯啊。我们中国有一个故事，有没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他的太太死掉了，他就去找一个比较有才华的写祭文给他，他就写了以后他就拿回去就念，哎不对啊，这个是好像写给一个男的嘛，他就跑过去说，这是我太太死啊，不是一个男的，他是一个女的，你写这样子好像念给一个男的一样，不是啊。他说我是从那个某某那个经书 copy 下来啊，那个人啊是最有文采的，那经书是最可靠的，一定是那个词的人是错的。听不懂啊？懂啊？再见。平常的时候肚子饱就可以放在这边，然后10点和4点就注意力放在丹田，修不同的法门啊，喜欢考吗？喜欢啊，希望下个礼拜再给你们考，不过你们技术好啊，听说有人已经3点半要来问饭煮好了没有，你要是说那个中午还没烤好啊，我是太冷比较快饿啊，不是我讲故事太好玩你们笑了，真的笑话了啊，因为那个笑的方法是最好的笑话饭的方法，知道不知道啊？知道哈，嗯，好，那以后这样子你们每个礼拜来烤一烤啦啊，然后我就下午吃点混暖就回去了，因为下午比较冷嘛，吃那个混暖就比较好，那白天冷的话烤火嘛，是不是烤2个小时也不错啊，嗯，因为如果他们煮饭的话你们就一来就吃而已，然后就没有那个烤啊，没有烤火的那种机会，那个炉30-40个人用够吗？可以吗？够用，不会很急吗？真的不会，跟我讲我们会开餐啊，轮流烤，会不会太急，或是时间不够，或是太拥挤怎么样，会不会？还好哈，真的哈，好，好，那些炉留着啊，你们走不要乱踢啊，那些学武功的人不要在这边砍我们的砖头，我们知道你们的功力了，别表演了啊，那个还要考的啦 ，OK， 如果想
想打撞头的话，气谁的话，我们后面有剩下一些，自己拿出来扛了。现在有一些人叫人这样子啊，去打坐就好了嘛，是不是？对啊。嗯，去打坐就，任何的孝主，做观音的时候最好，做观音什么的孝主，那么好意见都会亮出来，自己的缺点也会看得清楚，不用神，不用谁骂我们，那是跟我们讲，我们都会懂，会懂，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做对，然后打坐做观音才自己知道认错，是不是？然后我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到生气某某人啊，做观音的时候哇，就感觉到很爱他，是不是？对对，原谅他有吗？有，真的哈？真的。对了，我讲什么都对了。对啊、就是因为我做观音才讲的对。如果我不打坐，我也会做错哦。是哈、哦，不会，不会呀、啊，还会、啊。那个开悟的人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他也会做错的事情，不过他自己知道，不过他也不会怎样啊。那个境界也是很难讲啊。看起来是错，不过也不错了，懂吗？因为他跟那个道家一起了。我们在世界上。杀一个人两个人就被人家关起来了，说杀人了、哦、骂了一大堆怎样有没有，所以还是持戒的清楚哈，第一戒是杀业，第一戒杀业不能犯，那个是很麻烦的，身体又不舒服啊，业障很深啊，然后自己会短命啊，短命是算命很好了，不过不过有一些可爱的业障是没有处理好、啊、是不是？有一些人想我们留久一点、啊、是不是？我们也不是贪生畏死啦，就是为了别人而活嘛，是不是、啊、好了，那除了短命又身体不舒服啊，生病很多、啊、那种有时候难医的那种病啊，也都是杀业而出来，还有杀业是很严重的，魏海泽有没有讲给你们那个故事啊？啊，越南有一个人啊，他本来也本身不修行什么，他专门卖那个鸡鸭那个粥啊，那鸡鸭的粥啊，杀生很多、啊。然后有一次他就生病了，生病的很严重，不晓得什么病了，就是病很严重，躺在那边不能动。好像死掉一样，就是那个心脏啊还有一点混乱在这边心的部分哈，所以人那个家庭的人舍不得埋葬，这样就留在这里，然后躺在那边好几天，十几天这样子不能动，然后他就不过他回来以后他就醒回来了，醒过来了就告诉他们的家人啊，还有写一本书啊，告诉他告诉人家他下地狱的情况怎么样，他回来，他说下去的时候就看到哇，他全身都被那个鸭啊鸡啊那个猪啊那些就跑过来咬他，全身都被咬，哇，几百几千这个鸭子啊鸡子都来咬啊，哇，咬得酸痛了要命，那在那边那个时候才记得有经过寺庙一次，有人叫他念观音菩萨救命，这样他就请老板娘来，老板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族人那种嘛，那上证就是观音菩萨而已，并非他是什么人呢、啊？好，那既然已经认识族人了，懂不懂？那族人就来了，好，就马上来了，来了就叫那些鸡鸭停一下了，然后这个那个卖粥的人就说，哎呀，他们。就我太算通了，救命一下，我观音菩萨说这个是你的业障啊，我怎么救你啊，是不是？你杀人家的时候他们也叫救命啊，你没有那个什么慈悲心呢，饶他们的命，现在你还叫谁饶你啊，是吗？然后那个人说，哎呀，我现在忏悔了，我以前无名不知道，我现在回去如果饶我回去，我一定会做善事，我一定会修行，要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啊，现在如果不饶我就
即使把我咬死的话，那两边要有什么好处嘛？那饶我一命，我回去还要修行啊，还有一点功德送给他们，然后他们一起也超生，不是多好吗？还会变，还好。那讲究生意的人很会变，还好训练口才，在那边跟观音菩萨变。观音菩萨说好，跟那些鸡啊那些猪说，你们有听到了没？你们现在同不同意啊？即使你们把他们咬死了，把他咬死也，你们就少足一点自己的身份的气氛而已。你们还是鸭还是猪还是鸡啊，没什么好处啊。不然饶他回去，他大人有修行好，然后把功德回向你们还有一点功德啊，以后还有花酒，不然你们当动物也不怎么好啊，一天到晚报仇，然后也不怎么好处啊。好，那些鸡鸭说 OK 啊，既然 OK 啊，不过观音菩萨还说，那个你的业障太深，不是这样子那么简单消除。然后那个人就说，那怎么能够提我的业障啊？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只要我能够洗净业障，然后能够回来做人，然后能够修行就好。我一定会施书，我一定不会杀生，我一定什么戒律都要清楚啊。然后观音菩萨就说，就带他到那个竹筏那个大殿那里去，那边啊就有很多那种竹筏的工具啊。有的是用割的，有的是用锯的，有的是用电锯的锯的，有人是用什么那种像猪八戒那个铁耙的，用尖的，用什么用夹的，然后有的是用烤的，像你们今天烤地瓜一样，然后有的是用刮上去的，有的是用是分尸的，哎呀，很多事情啊，有的用割舌的、割鼻的、割那业障在哪里就割哪里就对了，就像那种开刀的那种医院一样，病哪里就开到哪里，懂不懂？开到什么时候病都挖出来就不开了。有的人病太多，24小时都要开了以后又讲出来，开一个耳朵，然后再讲一个耳朵，又再该割掉。救他，然后又再讲一个耳朵，又再讲，因为病太深了，生生世世好几个耳朵都有病了，所以这个耳朵割完了，又有另外一个耳朵出来，看起来很惨了，就很痛苦了。不过事实上，了解的人看起来没什么，像烟气一样而已，就是一些违心造了，因为不懂事才这样，不然的话都是像做梦一样，没什么，那些人也不会死掉。好，他看起来好恐怖啊。他不晓得他应该借哪一个地方啊，劈哪一个地方啊，所以在那边发抖了。这个九观音菩萨一直说减小一点业障啊，观音菩萨说不行，已经很减小了，已经很减小，看你有心要修行要悔改了啊，有认得自己族人了，所以我们才带你过来这里，不然的话你就在那一边生生世世受苦啊。好几千百年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修一次就好呢。好，所以他在那边就忍耐了，说好了，要罚我什么都可以。就观音菩萨就应该要洗他的业障啊，让他跪下来，然后叫他吞那些很热的那个瓦炭啊，铁的炭。他看到已经怕死了，那个红红的，你们今天烤那个很红那种嘛。哎呀，那个铁炭呢，地狱的炭呢，比这个还要红啊！啊，那火都亮出来，知道吗？叫你们吞那些，你们敢吞吗？今天那个木炭而已啊，又一半变黑变红，你们叫你们吞，你们敢吞吗？不敢啊！何况在下面吞那种铁炭啊，啊，红的红不得了的，啊，那火又冒出来，烟又冒出来，那好大，比那个口还要大。他说：“哎呦，我怎么吞得下去？”那些鬼官呢说不要也要吞啊，还没讲完啊，那个铁炭就跑到他的口进去了，根本他没有办法抵抗，他懂不懂？他跑进去，他说哦没事，一跑进去好几个环这样子，不是一个而已。他说哇，魂飞魄散了，全身都好像被裂开了，像变成灰尘一样。他说他痛苦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的，讲好几个这样子，他一次跑进去，一次跑进去，也没办法拒绝呢。啊，业障嘛，那个业力第四气进去，在那里痛苦不得了，就是久生不得，久死不能这样子。
后来就终于还是吞完了，然后他就观音菩萨说好，现在你回去了，要好好修行，不能再做杀业的工作，不能再吃肉，要吃五戒，以后会有人来传法给你，叫你解脱，这样子，他就忽然间就那个鬼关退他一下，他就回来成见了，就开始在呼吸了，身体又在混乱起来了，然后家庭的人才把他扶起来，他就讲这些故事了。然后这个故事有写下来，在越南都有印发，他把他的钱啊，通通都印那个本书啊，空那个免费送给人家。他开始那个以前他说，任何的他讲里面一句两句都是真话的，他跟佛菩萨十方三世发愿，如果他讲夹了一句的话，他永久下地狱，这样给他给大家相信嘛，给那个读者的这些相信的，那劝大家做好嘛，劝大家不要杀生啊，劝大家是书直接这样子，还有修行这样子，所以他才发那个重视啊。他说如果他讲一句假话，如果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他自己搞出来，他永久杀地狱这样子，那故事是有。所以杀生的人啊，不知道自己的业障才敢做，知道的话，哎呀，拜托他他也不敢，给他几百万亿人他也不敢，不知道多么在下面多么痛苦。你吃一公斤肉啊，下面他会震得很清楚，那震得一粒不小，还是要你赔一样的那种，耗费一样那么多肉那么多精神啊，懂不懂？不回来。那我们从小人吃肉长大了，多少业障知道吗？不过现在去观音法门也不怕了。真的，幸好，不然呢一公斤肉都会都算得很清楚，要还给人家，听懂吗？还有利息耶。对呀，像你们借人家钱很久，越久越多利息，有没有？从小吃了到现在，哇，变成几百公斤的了，一公斤变几百公斤了，懂不懂？然后在下面都震得很清楚。吃的时候不能骗谁。有那个下面有那个什么录影带啊，我放给你们看，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录着一清二楚，一份也不小，你不能说我不做这个事情。大家都在这边可以说妄语啊，骗人了，在那边骗不了阎罗王，他都有录影带呢，他们的录影机比我们这里几百倍啊，几百倍啊，文明啊，几百倍敏感了，他根本不用按，不用压什么，他要什么地方就那个地方，就线路出来给我们看，做好事，即使你们没有讲出来，没有跨出来，他们也录得好。我们做坏事，即使没人知道的话，他也录得好。那个录音机也是在我们里面，所以才跑不掉，自己录的，因为我们做什么自己知道我们躲哪里呢？如果别人不知道，还可以说我们自己知道呢，所以很麻烦以后做什么好，做什么坏，要考虑清楚。录影带随时都在，24小时都有录，它不会休息，它那些机器不会坏掉，不会故障，听懂？时时都在我们里面的，时时都工作的。所以有时候师父在说，去观音法门以后，在梦中师父帮你们消业障，是这样的。我把那些录影带放着给你们看，然后把它消掉，不用在外面出现，那简单这样而已，都是在脑袋里面。如果一个人他懂里面怎么处理你们脑袋的事情，他按这边按这边按那边都洗掉了，就是修观音法门的人师父会处理他业障，是这样。不过他自己要来要求啊，他自己要有道心，他自己要救自己才行，懂不懂？不然我就去通通洗世界 的人的脑袋就好了，干嘛那么辛苦？不行，还是自己要救自己，所以自己靠自己是这样。不然佛菩萨都救得了我们呢，根本不需要我们修行呢，还是要自己去修，像自己学习自己毕业一样我们自己父母是老师，大学老师也不能替我们毕业，也不能替我们拉我们上级，是不是？我们还是自己要学，不然自己不会聪明，当笨笨的佛的话那何必呢？
在家边就可以了啦，本来都是问的佛了，修以后也是问佛的话也是一样，是吗？上极乐世界也是一大堆一样，在家边一样吃喝玩乐，这样何必呢？啊，就不是叫极乐世界啦，叫极苦世界。好了好了，赶快走，不然下雨了啊！再见。